Hello， 大家早安啊，我是俊豪。啊，这个早上的赛道感觉总是特别好哦。我们现在来到苏伊，然后啊，今天的话是2023年的房市体城市漂移系列赛，好的第一站跟第二站。啊，昨天呢已经跑完第一站了。对，那因为我一直抓不到开的感觉，所以后来我想说先把比赛搞定。好，那今天再跟大家分享一些新的有趣的事情。好，那这次的比赛里面啊，实际上下方我们主赛道的区域，好，跟去年几乎是一模一样的。好，但是啊，起跑的点就完全不同，在这边。本来啊，它大概是在这一支锥桶，大概是从这边起跑，然后往下冲的感觉。那现在的赛道往后走，我们再带大家去看一下哦。起跑区哦，沿到很后面来。那这次的话也一样，会有圣诞树，越来越有质感哦。还有 Truster， 这样架起来的感觉超有质感的。然后起跑线的话就从这边出发过去，啊，冲刺到那边的时候，整个看到的就是一片天空。实际上昨天遇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冲出去的时候，那边什么都看不到。然后啊，在测试的时候，甚至差点掉下去，因为它那边有个斜坡嘛，哦，那斜坡不小心走得太内线了，差点从那边冲下去，哦，真的是吓到我了。后来在开的时候，整个都是有点僵硬。然后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要怎么去克服它哦。那我没有想到多一个直线加速啊，那开的感觉会差那么多，所以昨天也一直在适应当中，一直跑得不好。然后这次裁判的部分的话，请到了日本的山田一二先生。好，那早期有看他在做 Time Attack 的那种等级测试的时候也相当厉害。然后昨天呢，看他的判罚，还有他的有关于车手会议的介绍啊，我觉得哇，这个很多不一样的感觉，哦，真的有走进国际比赛的时候的这种氛围。那也要谢谢主办单位啦，哦，因为他们的努力，所以我们尽可能的也走向了这种国际化的一个舞台氛围。那很期待接下来的赛事。好了，那昨天我回去洗完澡了之后休息一下，那也想一下该怎么做。那今天呢，把车子准备好之后，我们等一下就要下去做第一次的练习。那期待哦，今天我们会有一个好的成绩表现。那我们等一下就看下去喽。N 组跟 D 组的 PK， 那我们刚刚的测试单走也结束了，然后结果自己的失误了，那没话讲。结果两趟量加在一起是 A 组的最后一名，等下就遇到我的队友，哎，冠名，对，他是单走的冠军，所以我们现在来去找他一下。哎，冠名，冠名，这就是我追走的对手冠名，我们应该有四五年没有对到了，对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是哦。哎，冠名，那这个够吗？这样子够吗？多少侠？多少侠？哎，先贿赂一下，安内啦，安内啦，当然不够啊。啊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不行，用钱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对，不用钱，这个是啊，这个是啊，搞笑，这是优质节目嘞。马代克，马代克。把那个擦掉，擦掉。好了，等一下加油！刚才那个真的跑得很帅，真的吗？真的没话讲。那个一瞬间进去，我以为啊靠，要上墙了，然后结果居然救得回来，有让你感到帅就好了。惊艳！突然觉得哇，好像有点爱上你的感觉。大笑。你老婆在旁边？啊，没有，不好意思啊。等我跟他签证，他那个离婚，我再找你。呸呸呸！不要乱讲话。好了，等一下加油。OK， 加油加油。今天有什么计划？今天的计划就是拼嘛，就拼嘛，改变一下开法啦，开法啦，稍微改变一下。怎么变那么震惊啊？这好像不是平常遇到的你嘞。不是叫震惊吗？这啊，我跟你讲啊，不要讲脏话哦。我跟你讲啊，哦，你西方无共啦。哦，爱杯，爱杯啦，哦，这顶管就爱杯落啊。试练，
七点，我超早就起来那飞啊。好，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，四颗轮子要起飞哦。我早上已经飞过了，但是很危险，真的。很恐怖啊，很恐怖。那个，因为你是完全看不到路的情况下要飞下去，而且是四轮纯腾空了，很恐怖，好像飞机要起飞的感觉。对，一瞬间就看天空了。对，就像我昨天掉到洞里去一样嘛，对不对？那个真的连我人都跳起来耶！是啊，是啊，对啊。我们看整台车是跳起来，那超可怕的。对啊，我自己都吓到了。大家讲屁股一走掉的时候，哎、欸，完了，我要进洞了。我们都尖叫了。對好了，等一下看你拼一下。OK， 好。这次比赛哦，实际上越来越走国际化了。除了场地啊，小狼哥他一直在想办法让整个场地变国际化的概念以外，所以现在在这边跑比赛会感觉很像是在跑国际赛的感觉啊。这一位哦，就是我们的场主，接 A Plus 的选手戴小翔，然后这次比赛也都是跑来跑去，相当辛苦。啊，他有一个梦想，就是要把赛车的环境啊变得更接国际化的感觉，辛苦了。对，那甚至为了要让我们能够更接触更多的国际赛的选手。那像裁判呢、啊，我们也请了三田一二先生，好来台湾。然后这次啊，飞宝机友，对，他也特别邀了冲绳的甩尾选手加索纳会议郎，我们身为的 Kero 桑，哎，他来台湾，他也跟我们去做交流。对，那甚至呢，在上礼拜，之前呢、啊，在 JIDC 里面借我车子的 Takizawa 桑。对，龙泽先生 Super Star Channel 的这个频道组啊，他也来到台湾，也特别来看我们啊，在台湾漂移的环境。所以我觉得未来啊，台湾的漂移会越来越走向国际化、正规化的感觉。所以如果你对赛车、对漂移有兴趣啊，有机会一定要来看看。那我觉得啊，也是因为啊，坐了 Kero 厂的车子哦，因为他那天坐开我的车子漂移了一次。我突然觉得哦，车子还可以这样开，结果后来自己就想要改变，但是做了一件错的事情，不应该在比赛的时候改变，应该是在练习的时候，所以后来昨天也遇到了一些状况，对，甚至跑到后面去有点没自信，对，不过我觉得感觉都回来了啦，虽然等一下遇到的是冠名，不过试试看，谁知道呢？那台湾的所有环境实际上很棒的，真的不错。那我们这次啊，南港龙胎漂移车队啊，也还有一个外籍选手，这位林平辉先生。哦、他特别从香港来到台湾，跟他说啊，香港那边的比赛场地啊，他们必须要在湿地才可以跑，那玩的感觉啊，会有点可惜，看不到那种世界赛的感觉，所以他们特别来到台湾。哦，在疫情结束之后，然后啊，在 SDC 车队里面的话，也有两位香港籍的选手，哦，那也超厉害的。我们看他的表现，我们觉得说，哇、哦，这个好像也是那种类似 D1 的选手的感觉，超厉害的。然后，所以我觉得台湾的环境是不错的。那不一定一定要弄得那么紧绷，哦，像这个这么紧绷啊。那如果只要有一台后驱的车子，哦，那我们都可以开始来玩有关于漂移甩尾的这件事情。那等到啊日后真的觉得我想要精进的，我们再来考虑像正统的比赛车，哦，这个都没有问题的。啊，甚至啊，之前有很多朋友在讲啊，说我是自排的，所以我没办法甩尾啊。嗯，实际上不然。哦，在车队里面啊，有一位我们的队友。博文，杨博文选手哦，他开的就是自排的车子，是这台野马。那这台野马很特别，它是 5.0 的版本。然后啊，本来是他的街车跑山路用，就后来他说他想要拿来跑漂移，然后就后来就是做内装清空啦、啊，然后里面加了防滚笼啊这些部分，好、做些安全设备以外，其他暂时先不动哦。所以啊，会发现它的变速箱居然是自排的、哦。我们来看一下哦，但外观弄成的是。南港轮胎漂移车队的彩绘啊，但是呢，里面哦，一样维持自排变速箱，它并没有太大的改变，哦，连冷气都还在，所以我刚才看他说关窗户都没关系的。然后我们会看到比较特别的是，它除了基础的自排变速箱排挡杆以外，这边还会有虚拟排挡杆。对，为什么说虚拟啊？因为实际上这个跟按钮一样，有点类似我们手自排的概念。然后这位就是我们南港轮胎漂移车队的技师长阿龙哦，超可爱的。对，那这个是你改装的对不对？嗯，这是你改装的吧？就是那电动的把手啊。电动把手、啊。然后接到它的，就是换挡拨片嘛。对，就把快排的线路给它接成这样。嗯，所以实际上就是虚拟的排档杆。对，嗯，不过、哦、也是的，像那个在跑 TCR 的时候遇到打滑啊，我要退档，结果。啊，方向盘在这边啊，你会突然不知道到底哪边是升档还是降档，
对啊，但是这个的话就是推跟拉就好了，这个很明确，绝对不会有弄错档位的情形。对，就是把它改成前后前后就好了。对啊，是啊，因为在方向盘上面，就像讲的，有时候会找不到方向。对，因为像野马这种车，就是一边是推，一边是进。啊，对对，就很麻烦，麻烦真的是麻烦，对啊。对啊，所以用成这样比较方便，简单。啊，所以自排车也可以玩的，只要有心，人人都可以是车手。好了，这个位就是我们的车主哦，博文。那应该是。他的车子就是这台超帅的野马，哇，他人很斯文，对啊，但是哦，他的内心很狂野，对，所以才会开这么狂野的车子。那我们请博文来帮我们介绍一下，哎，这台车改了什么，好不好？这台车基本上为了要做我们的漂移比赛。所以大部分主要是底盘的部分去做了一个调整，哦，就像我们底下的这个大角度，哦 ，angle key 的套件，哦，还有避震器，然后哇，它好粗哦，它居然是两只哎，哦，对，它主要就是银色那部分是 CNC 切削的，你说这是美国定制的？对，美国定制的，上面有他们的 logo。那这一家厂商是需要用厂队的名义去定制，他才会发货，所以我也是请樱木哥的，在樱木哥允许下，那发了信，也联络了两三个月，对方才同意把货发到台湾来。那我们的避震器是 BC Two Way 的，那这一组避震器在美国也是有供应漂移野马漂移用的专用避震器。那为什么上面没有贴 BC 的贴纸？哎，因为他买的时候没有付。哦，我在跟厂商要说，哎，你怎么没付贴？然后我看到你的车头很帅，为什么你的车头还会有这根粉红色的？哦，那这个也是为了漂移的部分，因为我们漂移基本上都蛮容易碰撞的。那在这样的条件下，我们用硬连接的方式会容易导致前保杆的损坏。那我们这个用这个杆子，它去做简单的固定，因为漂移的速度不快，是哦，像我们 N 组速度还不是很快，所以它基本上就很简单的固定而已，它并不是说很刚性的连接。这样也好啦，哦，不小心碰到的话，比较不会啊，对，一支保杆可以用撞好几次。啊，里面的这个保杆，这基本上这台是它的保杆，对，这只是保杆皮，对对对对，所以真的在耐撞碰撞的还是靠它，对啊，因为比赛的规定，车子外观要有完整性，所以我们在比赛的时候都会把它装上，练习的时候就不用把它装上，对对对对。那引擎盖打开看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的引擎盖比较特别，打开以后里面会有引擎哦。废话。那基本上我们的引擎还是会维持一个原厂的状态。那这个动力部分，除了做进气跟排气管的改装以外，哦，还有到按照这样的搭配去写电脑。那写电脑，所以现在目前它这一颗引擎大约，轮上大概是500匹左右，扭力大约70公斤。哦，这是我们一个原厂是420匹，大概57公斤。对对，我们只做简单的净排气。那会这样子做原因是因为 N 组没有要求速度啊，所以我是倾向比较耐用的一个方式去做。所以每次我参加团练的时候，经常都是可以沦落到最后剩下我一个人自己在练车，队友都死的死，逃的逃，坏的坏，对不对，君豪？是啊，因为 NA 的车子稳定性相对会高很多。那相较于涡轮的车比较起来，它比较能够撑得久，然后比较不会有那种压温兜啦，还是破管的问题，那确实稳定很多。不过它也在上面开动了，引擎盖上面做开动，那也是为了进一步的散热了哦。对，嗯。然后内装我看到偷轻很多哎、欸。哦，对啊，那个我们主要偷轻的部分，除了拆内装，还有车头车尾里面的一些防撞钢梁以外，因为野马它本身是。它车台是硼钢，非常的坚固，但很重，所以它本身车台是蛮重的。OK， 对。那门板都换亚克力。门板这个是碳，那个外皮是碳纤维，里面是玻纤的那个车门板。那原厂的这样一个门，大约将近50公斤，整个总称。对。那我们换上的这个以后，大约不到10公斤，大概9公斤左右。
那等于这台车子轻了大概快80公斤耶。欸，整个前前后后起来，它原厂的表定是1785，那我们现在大概是1500，大概是1500。好了，国文，我们期待你上来 B 组了。好，敬请期待，敬请期待，有君豪哥的加持，神经。然后阿伯文也说了，那个他会想办法把这颗变速箱，就是尽情的去发挥。啊，如果有一天他坏的时候，再来换手牌，可能来不及等到坏吧。哦，再这样子下去不行啊。因为哦，那个他看到了场上还有另外一台车。有没有看到这蓝色车旁边那台就是手牌的野马，它是5.0的手牌。他说：“嗯，要想办法。”对，对，所以我们敬请期待。等一下，好，准备好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很帅气的车子跟很帅气的阿皮。阿皮，阿皮，阿皮，哎呦，再次。你刚刚把车子弄坏了，我也不知道，突然就爆开了，太热了吧？你太激情了，怎么？我说我太激情，是他太激情吗？好热啊！好了，超热。那个你要把那个热度化成力量，满肚子，然后等一下直接释放，没问题。好，好了，我看你好好表现。我好想回家哦，加油啦！好了 ，OK， 你也加油。好。赛比完了，决赛的时候遇到冠名哦，他真的好强哦，那车子又快，而且水准也很高哦，所以我、哦、真的很难很难，等下差一分输掉了，不过还是很开心，因为就是有全力发挥出来的那个感觉是很爽的，最爽的。等下这样拍，啊，事实上现在哦，整个赛程已经结束了，对，然后啊，我想说也制定一个计划好了，好，那个。完成我的心愿了、啊。有几个人他说他想要把我的中船处理一下。我说是不是要换成是序列式的变速箱？他说我们一个一个来了。对，他觉得先从这个地方小小的调整就好了。那所以啊，我想说今年我们也来做一个计划好了。我们看能不能想办法让我的这台15呢推上去颁奖台上，让我们一起加油。好了，今天影片就到这个地方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了。大家辛苦了。